高虎现在在深圳拍这个拍戏，刚拍完一部电影，然后要接下来马上要拍一部电视剧，所以呢是远到从这个深圳飞过来，特意赶过来，特意赶过来在这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见一下这个我们的林志颖，也说明两个人确实是好朋友，而且结拜兄弟啊，兄弟情深嘛。高虎很棒，很棒啊！高虎很棒，戏演的也好，然后因为高虎跟我很熟，为什么呢？我很佩服高虎的这个演技，同时还佩服他另外一个艺术的特长。是什么？说相声。说相声很好吗？说相声特棒。这个你就不太清楚了。咱就别互相那个跑了哈，您这也是演员出身。嗯，跟我一样都是实力派的演员。跟我一样都是实力派，这是偶像。
走的这个路子还是不一样。所以看过你很多的戏，最后让我觉得林志颖戏不错，很好，真的是天龙八部。谢谢谢谢。真的，那高虎，你们两个刚才志颖也说了，在这戏当中啊，他说如果要提到跟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高虎，那高虎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建立这一份感情呢？我还以为你跟我最好呢。我们俩是最好。后来天龙八部的时候，我都大家都挺好的，然后那个演员都很融洽，然后我们那个团队也很团结，大家齐心协力要把这个啊金庸的这个巨著给完成。那我初次见小智的时候也是从歌开始的，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听他的歌。等会儿，您这话的意思就是听着歌长大的？对，我也是听着小智的歌长大的。应该这么说，应该说听着小智的歌我们共同长大的。对，因为他十七岁，应该这么说，我也是听着我的歌长大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是童星嘛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小智呢，他十七岁出道，啊，很早了。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同龄嘛，同龄。那时候我上高中嘛，就是听着那个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？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？都会唱啊！厉害厉害。高虎唱歌很好，就是我对你们俩的在戏中的那个表现，我是深大拇哥的。林志颖表现很好，我没想到段誉，我接受，因为文字上的段誉，对，其实写的蛮难把握的，其实是，哎，这个虚竹，这角色被高虎演虚竹要好一点，但是让给演的觉得这个人那么的重要，没有虚竹不行。哎，所以这是也算是一个中间蛮重要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我为什么对你们俩的敬佩？但是算是英雄惜英雄，两个人结交的。当初小智演段誉的时候，其实争议蛮大的，争议蛮大啊，挺大的。然后你投的是我是觉得小智很合适，因为他外形各方面合适。但是我没跟他合作过，那时候还不认识。我说了嘛，光从歌知道的，然后也是我的偶像嘛那时候。然后光啊，他演段誉，哎。外形很合适啊。后来因为我跟周导的关系很好，那周导也是表示了一些担忧这样的啊。但是合作下来之后呢，是经过大约六个半月的合作，周晓文导演啊，最早的时候，因为选角的时候就很难，因为段誉这个角色他后面有十七八个在排队，十七八个，对，他只是十七八个人当中的当时的一员，对。但是后来他就是小智通过他的努力，还有他的这个坚持，最后。最后他这个角色完成之后，得到我们所有导演呢，还有张金主任的这个认可。那在这拍戏过程当中，有什么这个
给你留下的印象蛮深刻的这个故事。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就跟他学习赛车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跟小智当时就是接触下来以后觉得，哎，这人很好玩，嗯，特别好玩，而且我们还蛮喜欢拍 DV 的了，我想在这个现代，对，我至今我还保留着啊，我们拍的那 DV， 然后呢，也是他教我的，就是小智教了我很多新鲜的东西，他喜欢，他对生活非常热爱，他喜欢。喜欢生活，喜欢哇！他那个来出来拍戏，所有的设备全部带齐。都带些什么？全部电脑。譬如说电脑啦，机器，然后摄像机，或是投影机啦。对，投影机都会带的。对，然后从此以后我也带投影机了，我拍戏。也带投影机，因为在房间你可以打到。那你要带投啊？就直接打到墙上就行了。对，或是游戏机啦，反正就是。没有，他有办法。他有办法，墙如果因为有的墙是黄色的墙，对，怎么办呢？打电话给服务员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叫服务员来给我拿个白床单来，我挂。那现在生活当中两个人都联系。现在最近他又忙了，你看他忙得满世界飞，嗯，然后我也是拍戏，嗯，但我们就是电话，我们啊电话了，对，电话。我们就因为在那边，因为那几年那两年在一起玩，已经什么都 OK 了，没问题，不需要。好朋友不需要天天见嘛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只要有事招呼一声就来了，没问题。对，你包括今天在内，一听说这个智颖要来，小智要来，对不对？这个高虎刚才在化妆间见到我，哎呀，我说高虎你怎么来了？他说在深圳拍戏，然后但是听说小智来了，就坐飞机就过来。哇！啊，一方面是对小智的情谊的这个回报。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对，啊，支持兵哥了，对，两位都是好朋友来的，对对对，这个谢谢高虎，谢谢高虎，你说这表演个东西，什么呀？你随你吗？唱歌了，唱一首朋友好吧？好，送给小智了好吧？送给小智，来给点音乐，咱就唱朋友，好吧？好，来，你起个调。这些年，一个人。风也过，雨也过，有过泪，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？真爱过才会懂，会寂寞，会回首，终有梦，终有你在心中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。这个朋友之歌，经过他们讲述他们之间的友谊的这故事和这个过程啊，我们再听这首歌，我们会很有感动啊。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高虎来到我们的深情旋律的现场。谢谢高虎，谢谢，也是巨星级的人物，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，真的是万分的感动，再次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到这休息一下。